那我金刚了，不，那个防御圈，防御圈，防御圈，防御圈。他们好紧张，金刚护体也不是金刚吗？对不对？四攻。我要不我先放吧，我满了。行。OK， 好嘞。太狠了，上来就要干我，他们太不讲武德了。换一个了，现在换王哥了。2000可是很舒服。
我继续推血了吧，我感觉我金都没有意义。五个子了，绝望。OK， 我操！这他妈可是化身呀！三爆，以后开风筝猛哥一定得换这个位置，很容易，我很容易，他在我隔壁很容易点歪，嗯，对，很容易点歪，他那武器会挡到人身上的。我也给女儿顶一个吧。好嘞，行。
咱们雪莉压力很大。三个幺六的。这场我们大特技是随便放的，他笑不了。那我群推。好，我出个宝宝的。天马漫天，还行，还几回合变成？还五回合变成？那我出个宝宝了，对面有那个牛镜，牛镜是有感知的。我操，连舔两把，过分，这相当过分。
咱们还被大克了呀。这不，这要是大克对面的话，我的天。我再拉个防御圈吗？完了。我再出自虚名了，我多出几次，结束。